大家好，恭喜恭喜，欢迎收看《余香风情话》，我是胡一芬。今天已经是大年初五了，那我想有很多朋友们也都开始陆续上班了。不过呢，现在这个年节的气氛依然是觉得蛮浓厚的，而且有很多同学现在都还沉浸在这个放寒假的喜悦当中，对不对？不晓得您今年的红包拿了多少，还是像我一样是给了多少？不管怎么说，现在正好是一个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的时刻。所以呢，今天节目的播出好像也有一点点这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感觉。那事实上呢，我们也接到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来信，不管您是给我们加油打气的，或者是批评指教的，其实我们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非常的窝心。那不管怎么样，在新的一年度呢，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努力，不管是制作单位也好，爱景小组也好，我们一定都会好好的来直播更高品质、高水准的节目内容。来，谢谢观众朋友们平常对我们的爱护，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朋友们一起来展望一下未来，所以呢，节目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请您千万不要走开了。的重心明显的移向了远洋渔业，虽然说过去一年堪称平顺，没有什么天然灾害，但是在公海航行捕捞的规范上却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因此，在目前渔业环境的变动之下，效率以及管理的要求，想必是未来海上作业的一个重点。各位观众。台湾的渔业经过50年来的发展，可以说到达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那么过去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产量的增加，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国际上各种渔业组织已经逐渐形成，对于渔业的管理的要求也逐渐加强。因此未来我们渔业不论在我们国内的养殖、国外的公海渔业、海洋渔业方面呢，都需要加强管理。我们渔船在国外作业，这种作业秩序的维护也需要加强。为了因应这种主客观环境的变化，行政院已经指示我们规划成立渔业署。这个渔业署的组织条例目前已经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展望未来，我们希望渔业署的成立能够让渔业的管理，不论在人力、在经费，在各种措施的推动方面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帮助。尤其将来我们对于渔民的服务方面更需要加强。那将来我们渔业署的成立，会让我们得到经费、人力的充沛的资源，来提供更多服务渔民的这种作为，让渔民朋友不论在国内、在国外，都感受到政府用心。我们民众安心，我们渔民的努力能够获得很好的照顾，渔民的生活也能够落实这个改善。未来呢，咱嘛希望讲，伫配合到咱乡政院乡政组织法的渔业署成立了后，咱的全国渔会会当往哪来成立？因为现主席呢，咱省渔会的会员嘛是包括金门、马祖、澎湖咱。高雄市甲咱台湾省，所以伊个实体已经是全国性的渔会，但是咱目前呢，还阁属于台湾省渔会，所以希望将来呢，市甲市合一，对到业务的推动一定会阁较顺势，对到整个的职权的划分呢，嘛会阁较明确。我是希望伫遮会当拜托各位长官呢，赶紧呢来帮忙省渔会促成这代志，伫遮。也同时祝福咱国库渔会的业务呢推动顺利成功，所有的渔民朋友呢，每日呢出海呢，拢日日满载而归，多谢各位。在现今环境保育概念的盛行之下，不论是养殖渔业或者是沿海渔业的发展。
几乎都朝着不需要依赖水土资源的方向前进。而对于土地面积以及沿海资源有限的台湾来说，如何扩大国际公海的利用，发展以海为田的经营理念，并善用科学的技术，就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我想在执行中央的这个渔业政策的情况之下，有关养殖的部分，我们是与环境和谐并重的一个模式在推动，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现有这个五万多公顷的养殖陆上渔温的部分呢，我们希望能够减缩到2万公顷左右。所以根据这2万公顷的这个规划，我们规划了这个40个养殖生产区，那以这个作为建设的重点，那希望能够把逐步的这个陆上的渔温缩减到这个规模，同时呢能够转换成海水养殖。那为了要减少这个陆上的渔温呢，我们也在推动这个海上的相网。那我们也把减少陆上的渔温跟发展海上相网的部分呢结合在一起。那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发展海上相网的部分呢，已经自国外引进了这个最新式的这相网的设备。那不但是设备引进来，现在也开始啊逐步在推动这个相网的这个保险的工作。啊，那这些措施如果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我想我们将来这个养殖的产业啊，可以跟环境呢、啊、永续并行啊，那这样对我们整个渔业的发展呢、啊，才能够有利。谢谢。除了刚刚沙局长谈到我们养殖渔业的一些调整的措施，啊，从陆地上移到海上去，然后发展相网养殖以外呢？那另外在养殖业方面，我也想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那就是说我们希望利用台湾的养殖业的科技尤其是在人工繁殖的科技来把台湾变成亚太水产种苗中心。各位观众，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呢有大概80几种的鱼虾贝类，我们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来大量繁殖，那么台湾自己不一定要养这些鱼，我们可以把这些鱼苗当成一个重要的外销的货品让东南亚地区他们有比较丰沛的水土资源来养成这些鱼类，那台湾呢来提供这些种苗。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中华民国水产种苗协会来推动这个工作。目前这种亚太水产种苗中心运作的模式已经逐渐在形成，未来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是台湾的养殖渔业将会朝着精致化、高单价的产品来发展。为了因应今年度开始实施的隔周休二日的制度，各个单位都相继推出了颇具巧思的旅游套餐来招揽民众，让大家可以充分的利用假日、闲暇的空档，规划美好的时光，也可以进一步的饱览台湾的山光水色、各处的美景。而渔业局在不断推行休闲、观光渔业的同时，未来一年的动向如何，相信也是很多要鱼要水的观众朋友们最乐于知道的讯息。我想在新的一年当中，我想我们渔业局要持续推动的工作，除了这个继续的照顾我们的渔民福祉以外，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的渔民朋友呢，这个生产能够很顺利，收获良好。此外，我们在新的一年中间最重要推动工作还是在于怎么样推动这个休闲渔业，以配合国家整体的周休二日的政策。我想在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在99个港里面核准了410艘的这个专间营的所谓娱乐渔船，那我们民众可以凭身份证随时到这个港口就搭船出去。我想这个工作我们将来要继续推动，让我们的这个居住在宝岛台湾的这个民众啊能够可以更多的接触海洋。
那为了配合这方面的话，我们也要在重要的港口里面设置直销中心。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知道，像台中五期这个已经相当吸引人潮的一个港口。那持续的就在过年前后吧，这个基隆的碧沙的直销中心也要开幕了。好，那目前为止我们明年今年度我们将来这个淡水的直销中心也是在推动。那这样的话为止的话，全省大概有十个直销中心会推动。那此外，我想也在中央的支持之下，碧沙渔港啊，我们也希望在今年度啊，除了直销中心，除了娱乐渔港以外，整个港区啊，采取这个比较开放式的这个发展。换句话说，这以这个休闲公园结合渔港，结合海上活动，结合直销中心的方式啊，我们希望做成一个范例。那希望今后我们台湾其他的重要的渔港也可以陆陆续的转换成这样模式。谢谢。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不断的进步，连带的使渔业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在渔业多元化的发展之下，除了要加强服务消费大众，增加渔民收益，也必须要提升渔获的品质，创造区域的品牌，并且推广食渔文化。市场经营的方面呢，我嘛希望讲政府啊，真侪过去几十年前所定的法令呢，啊，有当时啊拢较保守。即卖呢，因为已经是开放的世界化，希望讲市场呢，应该鼓励多元化来经营，啊，多角性啊来做。比如讲，咱即马呢，应该啊要安那从鱼产品来提高伊的经济价值，啊，都爱加工，爱加工。啊嘛，不但提高伊价值，而且呢，精致化，这鱼产品呢，咱会当外销去世界各国，啊，会当跟人比拼，当然呢，咱的渔民的收益会真好。哦，这是啊，一般渔民啊，真唔忙啊，赶紧吼，即、哦、摆政府就赶紧来甲咱啊做一工课。就是讲对直接的渔获也好，直接的渔民渔家也好，直接来甲补助，啊，变咱来甲辅导，互伊呢做小型的加工厂，吼、哦，或者是大型的加工厂，即款希望政府呢啊，拢有关的，比如讲硬体、软体方面呢，会当互伊加啲贷款啦，啊，是讲机械的这吼诶补助啦，这拢是希望。希望啊，咱啊行政单位来啊替渔民啊做个工课。另外，即马咱政府啊嘛真大力咧推动啊，就是休闲渔业。那么休闲渔业就是讲，即富丽农村渔村将来呢，希望都市个真济即消费者会当来到农村渔村来消费，啊来看到真水个风景，来食到真好个农产品，或者是海产啊，即款个呢啊变作讲。都会增加吼，渔村甲农村这个经济发展起来。那么在渔民的方面呢，我嘛呼吁咱所有全体的渔友先进，咱爱配合到咱的政府的政策啊，比如讲即马，参像讲哦，那甲咱辅导啊，这个啊渔产品的精致包装，希望咱来学。伫家政班也好，伫产销班也好，咱啊大家呢啊招招班员，拢招招来学习吼、哦。啊，咱诶要安怎来啊开创我们渔业的另一个先机呢？我相信对啊，渔业界对大家的生活品质都会当提高足济，尤其是对大家经济，吼、哦，会满了大家的啊口袋。另外，就是有一点心理上的适应，比如讲，咱过去拢掠鱼，啊，或者是讲只有卖鱼，啊，送来到吼、哦、市场化卖，咱即卖会当咧咱渔村哦来开餐厅，吼、哦、啊来做真好诶这个啊海产的美食，提供吼咱都会区的去佚佗消费者，吼、哦，或者是讲咱通啊哦。因为这个渔业呢，已经是一个真大的变革吼，面临了真大的这个改革。那政府呢一再咧推动，啊，咱渔村呢嘛爱配合政府呢，同齐呢来适应，吼啊来调试。咱通啊做真侪副业，吼，参像讲咱渔产品加工了哦，咱嘛通啊带咱遐来做一个门市部来卖观光客，吼，这款呢啊，拢让观光客嘛买到真新鲜啊，真营养的这个海产品。也好，渔民呢，嘛会卖到啊，较公平、较好的价钱，较唔免受到安尼一烟一烟来甲咱剥削吼，这拢是啊对渔民啊一个好用。
讲究吃的健康、吃的安心的原则之下，各类食品的加工都必须要相当的注重卫生。而在各式各样、种类繁多的鱼产品加工的例子上，除了强调安全卫生之外，能够急冻保鲜也是重点之一。自从去年年底全省举办真传美食甲鱼品尝会的盛况看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啊，为了推广食鱼文化啊，唯有提供新鲜且高品质的啊鱼产品，啊，只有我们生产养殖生产期啊才能提供。啊，以往我们国人的消费习性是以冷冻为主，啊，对于生鲜产品较为陌生。啊，所谓生鲜产品是啊将活鱼急速冷冻，啊，在70度啊零下去的急速冷冻，它的新鲜。它的品质啊是跟活鱼一样的。啊，养殖业发展协会为迎合未来消费市场导向的因素，啊，所以于去年86年5月啊，规划了行销发展方案的5年计划，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协助我们养殖业生产期的鱼货量的销售的问题。那未来在市场的竞争下，将来我们必须强调在产品如何多样化，啊，口味如何多样化，让消费者有多重的选择，我们来争取消费者对鱼产品的食用，可以增加我们的啊鱼货产品的销售。啊，未来我们在寻找市场，我们将成立民间的养殖业的行销公司，啊，以我们养殖业生产期为主轴，企业界为辅，啊，来共同行销，啊，市场。未来我们将分布于依产品别的不同，啊，分布于各行销通路，啊，比方讲我们的一般的传统市场的供应，啊，第二点是我们的餐厅、大饭店。空厨业，啊，以及一般的啊办桌用的啊板的啊这些市场供应。啊，第三是啊一般的中大型的超级市场，我们可以跟啊这些超级市场的啊这个冰鲜专柜来做啊合作，啊，提供他们最新鲜的鱼货产品。啊，第四是供应一般社区的连锁超商，啊，以无菌产品、无菌包装的产品，啊，让我们消费者能够轻易的啊买得到。啊，第五是啊供应啊我们外销的这个冷冻厂商来做啊这个市场的这个供应。台湾社会正面临转型期，工商业成为发展的主流，在贸易自由化、国际化的冲击之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农业经济有逐渐式微的趋势，在这样的变化之下，虽然渔业的发展出现了瓶颈，一些棘手的问题也相继的发生，但是渔业资源的利用却仍然不容国人的忽视。在兼顾资源管理、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情况之下，必能够确保台湾渔业资源的生生不息，让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相传不尽。21世纪的台湾渔业发展，相信在渔民以及业者的努力之下，配合渔政机关的政策，以现有的技术基础，必能够突破逆境，开创新局，使台湾的水产事业迈入渔业生态化、养殖企业化、加工科技化的境界。啊，在台湾县议会这方面呢，啊，会使讲受到所有的长官甲所有渔民大家的合作甲拍拼呢，咱。
近诶，伫八十六年多呢，会使讲咱渔业界产值啊，甲即个产量呢，拢达到有一定的一个标准啊，值得人啊，大家来庆祝甲欢喜安尼。对未来的展望呢，伫政府方面，所有渔民拢希望讲，咱诶行政单位呢啊来做一个啊编制诶即个改革。比如讲，咱渔业署呢，伫咱即几年来，真侪渔民拢一再呼吁讲，渔业署呢，爱来赶紧成立。啊嘛，咱欢迎咱的政府呢，嘛受到咱的政府单位的重视。即马乡长，乡长伊组织法呢，已经送入立法院，要等这三读通过。嘛，渔业署成立了后，真侪问题可能对渔民有真大正面的帮助。参照讲，咱将来渔业产业呢，就是变作讲去甲国际世界啊，拢去作业，会变作一个世界的这个产业。尤其是咱加入 APEC 以后呢，咱整个的渔业的贸易呢，都是拢世界化。所以将来伫渔业署成立了后，咱希望内底呢有专职的人员，比如讲参像真济国际事务呢，爱有专业的了解到国际即个法令甲事务的官员呢，来服务渔民。佮另外呢，即马伫海上，比如讲咱为了确保咱的资源即嘛真需要讲来维护咱即资源会当延续吼大家拢好好来继续利用安尼吼。但是呢，有真侪，比如讲违法捕猎的啦，还是毒鱼、炸鱼的，即马真侪大量渔船呢，拢来咱遮不法甲咱电鱼甲炸鱼，像即款的呢，咱应该呢爱有处置的单位，比如讲海上的检查队，将来呢对到不但处置非法捕猎，而且呢会当对到咱渔民，如果遇到困难呢，会当甲咱解围，甲咱辅助，或者是讲拄带到渔这个渔船，是船员要爬来咱渔船，要甲咱抢劫的时阵，要甲咱抢害的时阵呢，咱警察队呢嘛会当伸出援手，这拢是对到咱渔民有真好的所在，有真大的帮助。好，节目进行到这边呢，又接近尾声，我们又要跟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真的是希望在这新的一年度里头呢，每一个朋友们都能够完成自己的理想，然后在生活上面也有一番新的景象。不管怎么说，希望每一个朋友你们的未来都是非常美好的，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勉励之。最后不要忘了，就是在下个礼拜天早上8点钟还是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渔乡风情话》，我们下次再见，拜拜。Thank you.